个？哪一个？左边的那个屋子，然后前方有一只肚子白，好，有看到，是看到。哦，对啊，皮嘴的尖尾，尖尾在那只皮嘴右边有一排小水鸭，右边然后小水鸭那排小水鸭是公的，在公的右边那只天鹅上那只是尖尾鸭母鸟。公的右边哦，或者你往那边看，水里有一只花嘴鸭，然后水里那只花嘴鸭右边那一只屁股对着我们的是尖尾鸭，哦，OK，可以看到它嘴巴的颜色是侧边是浅。